乐堤胤，我买了走。乐堤胤，乐堤胤，你怎么了？乐堤胤，怎么了？他晕倒了，快送医院。你不能坐车，我带他去医院，我们城中医院见。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扩张性心肌病引发了阿斯综合症，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他会没事的，对吧？不要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董事长，你现在没事吧？不太好，我想要跟您请个假。我最好的朋友他今天晕倒了，我现在还在医院。乐堤胤吗？嗯。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上你跟我说的呀。哦，我昨天心情不好，喝多了，对不起，我还半夜跑出去。永远都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只要你安全就行了。嗯，反正他现在还在医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处理完，对不起。没事，这样你先忙，回来再说。没事的。苏念峰，赶紧回去睡觉。我说了，我叫卓一峰。只愿把你久久抱紧。